的船就是动物园那边的，动物园那边的船嘛。对，游艇，因为动物园那边有码头。哎，它是好像是可以从 A 点到 B 点。其实它就是衔接的。对对对。我们去的动物园。对啊，那个就是码头啊，那对面就是动物园的那个码头。